主料，鸡肉600克，辅料，葱、蒜、红辣椒末、盐、花椒、料酒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将鸡肉切入高压锅，放入盐、料酒、花椒压制20分钟，盛出葱段、蒜、红辣椒末备用。炒锅放油，放入葱蒜，煸炒到变色，关火，将葱蒜捞出，然后将热油浇到红辣椒末上，做成辣椒油。将鸡肉摆盘，淋上辣椒油，放入葱花拌匀即可食用。烹饪技巧：辣椒油比较辣，可根据个人的口味添加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